哎，别忘了，给个点缀起来。哦，那现在把刚刚有稍微你说香菜你，哎，对，哎呀，焦香的木薯芽的放在上头点缀一下。啊，那它纯粹是提味的效果啊。那这里面还有一点点香菜梗的香菜末。哎呀，现场倒数十秒，给这水一点。好，来，我来，你看干那边就。来，哎呦，五星级料理，今天的主要食材是比较少见的鸭胸，会比较不愿意接触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吃它，不知道怎么做它，是最理想的。今天一次呈现两种完全的不同做法，时间到，开门。